否伤净土。禅佛度众生，尽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譬若真如遍住一切众生界，真如遍住一切众生界，咱们众生的分别心，是天人有神通，生活缘觉开了悟了，断了见思烦恼了，但是他还是众生界当中啊，还属于众生界。九法界全叫众生，除了佛法界不叫众生了，成佛了。在这个众生当中，你遍住每个众生界，什么遍住？真如啊。但是这个说法也可以包括佛法界，佛是真正证得真如了，佛法界都证得了，菩萨他证得的不究竟，他也证得了，众生没证得，没证得的含聚，他具足有，在这上说平等平等。因为真如呢，在每一位众生都具足都有，所以他骗住一些众生界，所以你用善根回向给一些众生，回向真如，你真如的自相自，真如的自回向一些众生，愿众生都能够回归还原他那个真如，那就成就了，成就无奈一些种子究竟成佛。与众生界悉现其前，这现也大家也不认识了，我们也不认识，我们真如永远在我们前，现在我们前，因为我们本具足的，就是我们那个真心。譬如真如无有分别，真如没有分别念，有分别就不是真如了，真的真实不虚，如念如如不动，一有分别了就虚了就动了，因为这个没有分别的普住在一切众生，音声自宗，音声啊，所有一些音响成一些智慧，用这个来回向。因为什么？像佛才能究竟具足，譬如语言三昧，所以譬如一切住言音，有这种智慧，不论鸟的声音呢，水族的呀，水物的，水族的声音呢，兽类的声音呢，反正那就那人类更不消说了，种种的语言，种种的音声，善声讷声啊，都能分别，都能了知，而且佛一切字普能实现种种语言开示众生，每一类众生他有一类沟通的语言，你不懂得他的语言，你跟他走怎么沟通啊？你说他听不懂啊？
这叫语言三昧。譬如转说容离世间三根回向一佛事，普世众生容出世间呢，这时候达到清净了，没有世间相，没有世间干扰，容离世间，世间是指三世间啊，三世间，这个世间是指六道说的，以这个三个回向，愿助众生容出世间，就是都成佛。在世间呢，在世间上干扰的很多，在世间你清净不了，时时烦恼住具足的，像咱们这个世间，特别是娑婆世界，五浊恶世，你怎么出得去啊？出不去啊。咱们的人不说这个种出世间了，你没办法脱离开生老病死，能离得开吗？你看哪个人不死啊？看哪个人不老啊？哪个人不害病啊？这才是四个，这奈别离、怨憎会、五蕴之盛，你全离不开，就八苦交煎呢、这叫世间法。真如呀，真实不虚，如若不动，这些世间法干扰不到他，他如若不动呢，所以说他容出世间。譬如真如性体广大，善根回向，以福入世。真如的体，真如的性，体性本体，真如没有形象的，是真空的，所以他骗呢，空的还有个什么大小吗？空没大小的，真如也如是，说受持真如，对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广大的佛法，释迦牟尼佛说也好，阿弥陀佛说的也好，药师琉璃光如来说的也好，一切诸佛所说的，各有各的法，广大佛法，在这受持真如者，他恒不忘失啊，所以诸佛所有的法呀，他都具足，他具足。不但具足，而且能修，勤修一些菩萨住行。譬如这时候，唯有间歇，善根回向，以福入世，唯欲难处一切众生于大自地，于一切劫修菩萨行，没有间歇。间歇，咱们一天都在间歇呀，间歇。不说是你过上殿呐、过堂啊、吃饭呐、穿衣什么的，你晚上睡觉不？这间断了，这就叫间歇，就休息了，休息了。菩萨修菩萨行的，他没有昼夜。大菩萨昼夜24小时，要么凡夫。我们现在肉体啊是绝对没办法的，佛在世的时候，24小时，昼三时、夜三时都在行道，在中夜，中夜疲劳了，不行了，支持不了了，佛叫啊，难坐下来读诵大乘，没有睡眠的时间。大家知道阿耨律尊者。他瞌睡很大，净睡觉。佛就呵斥他，嘟嘟嘟三个嘟，胡为睡，干什么紧着睡觉？螺丝蚌壳类，那海里那个螺丝啊，螺丝不得那螺丝里有壳壳，他一天睡大觉，只有26小时左右。螺丝蚌壳类，说你将来啊，又堕到螺丝里头去了。
跟螺丝蚌壳一样的。俄那类尊者受佛这一批评，不睡觉了，精进不息，成了阿罗汉果。理上成了阿罗汉果，事实上眼睛挠瞎了，那不睡觉不行啊，不睡觉眼睛还受不了。所以佛告诉他们终夜休息。那读诵大乘乖瞌睡的，我这佛教导的终夜读诵大乘，读诵读诵睡觉了，就休息一下，也就是这样的意思。但是阿耨利尊者没关系，正德乐右眼失掉了，用天眼。但是他还有慧眼，阿罗汉有慧眼，三眼五眼呢，记住三眼。是什么？是间歇的问题。间歇的。他们反复在那修行一个法门时候，你不能没间歇啊，这个间歇不算，在你睡眠时候不算，等你功夫到纯熟了，睡觉也在是念经，睡觉也在念佛，可能很多道友会得到这种道理，明白这种道理。间歇就间断，不要间断，受三规，受了三规了，就不要把三规间断。他这不间断呢，解释又不同。说你早晨，晚上临睡觉时候，早晨醒来时候，这24小时两头把它含结到一起，归佛归法归僧归，就叫不间断，不间断。难道你受哪个灌顶，到临上睡眠时候，你回忆一下子，灌想一下就是了，灌想，早晨睁开眼睛灌想一下。也算数，也不算间断。间断是种魔障，叫间断魔。但你证得了这种了，没有间歇，没有间断魔。菩萨他为了单处于众生，得到都能得到成佛，与一切劫呀，修菩萨行的时候没有间歇。这一切劫就不时间非常长长不间断，也是死啊，死了生了，生了又相续学，生了死了，生了生了死了，不从间断。但是菩萨达到了融入世间的时候，他能化现，不受生死妖术时候，说他在一切劫没有间歇的。既然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咱们后边要讲到像离世间品，讲到时定时隐时通，到那位置专讲这个没间歇，不间歇。譬如水，譬如真如，体性宽广，骗一切法，一切法无奈，光骗一切。用这个回向善根回向，为什么呢？说净念无奈，清净念无奈，就是念真如，真如是不间歇的了，是无奈的了。说一切法门都不会断，念真如法。譬如真如，遍摄群品，善根回向，比佛说无量品类之字的修诸菩萨真实妙性，真实。是真如，以真如而起的修行的行门叫妙行，妙行非行还归于真实，就是真实妙行。因为佛所教授的方法种种类类品类非常之多，你打开藏这大藏经，你需要哪一类的吧，你看哪一类与你最合适，你就修行哪一类。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他观察一切众生，哪一法对他合适啊，或者禅法呀、净度啊、读诵经典呢、
四诵礼拜忏悔啊，嗯，都可以，嗯嗯，方便有多门，鬼缘无二路，都能达到成佛。嗯，这个例子很简单，比如北京是什么国都，比如北面来的、南面来的，嗯，海水里海上来的，嗯，天空飞机来的都可以，目的是你要到北京。你从湖北来的、从河南来的都一样的，从广东来的都可以的。但是这说拿这个做比例了，不管有好多品类，他达到成佛了就行了，一成一切成，就所以说骗舍群品。嗯嗯，但是这个呢，你得证得无量字，无量的品类，随什么缘，起什么法门。嗯嗯，前面的缘因一言好，众生随类得解也好，菩萨修菩萨性，观众生的机也好，嗯，习定的、习会的、修忏悔的，都可以。但是都能达到真实妙行，不违背真如，而且一些行门，这些行门呢是妙行，妙行又回归于真如。譬如真如无所取着，善根回向已复如是，真如还有啥取吗？没有取，没是舍，任何法都不着，不作。这个很难，非常的难。为什么不作不难？特别是某学界的，学界，一是佛的教导，但是我坚持不舍，算不算执着？算不算法执？不说哪了，这是戒法。而且在这开元上头，开遮吃饭四个元的后，我们的智慧不行，达不到。什么样开呀？明明做了，明明是跟戒律违背的，不犯。从文字上说，表面上看，那确实就犯了。但是从理上讲，菩萨他行菩萨道，他利益众生，他不犯。但是不犯呢，报还要受。怎么讲呢？说杀人，杀人偿命。菩萨他行菩萨道的时候，他为救这个，他要杀这个人，救他。还要救他不造业，又救了很多人，说这一个人呢生心要害死好多人，那菩萨劝他给解，他不听，那菩萨没办法了，把他杀掉，把他杀掉犯杀戒，这绝对不错的。他救一那些个众生，救度那些众生，但是这就相上讲啊，但是就理上讲，菩萨不犯，无取着。但是因果不失，你杀他了，你还他命债，你杀他了，一定他要杀你。明明你是救他，他下无数无数次地狱，因为你制止他了，他没有杀成，嗯，他不犯那些个罪了，没那罪了。他并不让你救他，他感激你，没有这个心了。反正你把我杀了，我一定要杀你，我要还报。那菩萨就还他的报，这叫菩萨骗舍群品。嗯嗯，再有些用这个圆融的法解释啊，不能像小乘的教义，小乘教义。在各种解释，
有些菩萨像这样丧，他不还报，懂吗？他只是把他渡了就是了，再渡他，再渡他，他跟随他好多劫，谁能把他渡到成佛为止？这叫骗舍群品，这是叫真实的妙心。譬如真说无所取着，因何法不知不取，没有能取所取，绝不执着。执着就固执啊，固执己见就是着，就着。嗯，善根回向呢也是这个样子，但是有慧这样做，那菩萨是解脱。说没有慧啊，说我们这些众生要学样啊，学菩萨那样，我也照菩萨那做，那不行。你没有坏，没坏要是这样做方便，那是术法，不是解脱，那叫术法了。说这个一定得闹清楚，不是大菩萨是说冒充大菩萨是冒充不得的了，也冒充不了了，这得要真实有智慧的。嗯，譬如这时候体性不动，善根回向一副是事，真如的本体从来没动过的。真者真实，如如就是不动啊，真实之法如如不动，永远如是的。嗯，是吧？难住普贤的恒愿，毕竟不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就是心法呀，那样做的十大愿，每件事如如不动。嗯，跟凡夫境界不一样，跟二乘境界不一样，跟一般的菩萨境界不一样。嗯，譬如这真如是佛境界，一说到真如了，究竟离敌，那是佛的境界。那么善根回向呢，也如是，那愿一切众生得到大智慧境界，把一切烦恼变异生死，分段生死，二死荣亡。那是佛的究竟果德的身。譬如真说无能制服，善根回向与服事，不为一切众魔死也，外道邪论之所制服。外道魔事邪论，那对菩萨，菩萨是降服外道之魔论的。那外道魔事要想来跟菩萨较量，非那就非失败不可，菩萨决定胜利的。譬如真说非是可修，非不可修，什么是主啊？是修行吗？一直真如修行吗？嗯，不可修，不能一直真如修行吗？两个都不对，非是可修，也非是不可修。说我要行是直心正念真如，修真如法。嗯，那你不讲方便，你达不到，是吧？这就非是可修，但是我假三角方便能进入，又不是不可修，又非不可修。嗯，就在可修跟不可修之间，菩萨的善于决断。为什么有愿？为什么有利？为什么要有布施、持戒、忍辱、禅定？这都叫方便。这叫可修，都是真如法可修。嗯，非不可修，执心正念真如，一切方便都消吗？这叫，那不要行这些功行。嗯，执心正念说说直接达到，就像我们禅宗讲的，说佛来佛斩，魔来魔斩，一切都是不可修性了。他就知心正念真如。嗯嗯嗯，但是这个就像佛文殊师利菩萨，佛讲经的时候，文殊师利菩萨念个开经偈呀，就是这样的，佛一句话没说。嗯，文殊菩萨唱个赞子开经偈，那个法呀龙象众，说来法会的大众
当官第一批就是真荣，嗯，替官法王法，说好好的官吧，你看看法王的法是什么？法王法入世。他念完了，佛就下座了。大众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就念这四个字，就是这样子，不可说不可说，这就是真如，执心真如说替官吗？入里的官，观法王的法，观佛的佛法，真如，没有言说，没有语言，言语道断，不但不可说，心里也不要想。心行处灭，没有关照观念，还有个修啊，没有可修，没有说不可修，就是我是解释这两句话的，就是不要妄想取着，妄想取着真如的意思，取不到的，达不到目的的。什么叫不修？什么叫修？修即是不修，不修就是修，修与不修无分别，不要去起分别。二即是一致，因为修要得呀，他无所得呀，不可修。说圣境就是佛的境界，不是你这种修达不到的。那个不修了，不是的，修是要修，修的时候不要去执着，不要去分别，不要去嫉妒，不要用妄想去取着。嗯，譬如真说无有退舍，三功回向以复如是，常见诸佛发菩提心。是从开始，从你入佛门以来。发菩提心，菩提呀就是觉呀，发个觉悟的心，以觉悟心学觉悟的法，成就觉悟的果。因为你要发菩提心，就发大愿，要庄严净佛国土，庄严一切众生，庄严就是度众生。容无退舍，从不舍离，也不退堕。譬如真说普摄一切世间言因，所有言因法菩萨都能通达，不止人类，一切众生类所有的因生语言，佛的神通智慧无差别字。完了，以种种言事言因度一切众生。如果你连他话的都不懂，你怎么度他呀？譬如这种一与一切法无所需求，在一切法上没有什么善恶，也没什么厌弃，也没什么渴求。那一令一切众生。都称普贤菩萨的乘，普贤菩萨是无乘的乘，上上乘，有十大愿望所说的，能够得到出离，以普贤愿得出离，一切法无所贪求。譬若真如住一切地，三根回向以复如是，令一切众生舍世间地住智慧地。世间没有你贪恋的，没有你可住处，应当住到菩萨的智慧地。世间是烦恼地，没有可住的。以普贤的心愿而自庄严，读诵普贤行。譬如真如无有断绝，三根回向以复如是。一切法得无所谓，为什么无所谓呢？大家读《金刚经》嘛，心无挂碍，没有分别，心无挂碍故无有恐怖，
那才能远离一切颠倒梦想，说一切法无所畏惧。随其一类因，所以一类众生有一类因生，处处言说，无有断绝。譬如之若舍利住漏，善根回向，以福入世，那些众生成就法字，了达于法，要有法的智慧，了达法的智慧，就是佛所说的众生从凡夫地达到成佛一切的方法。经书就告诉我们都是方法，就善巧方便，这才能够成就你无漏功德，圆满的菩提果位。譬如之说，我有少法而能烂坏坏烂，这入法是无形无相的，无言语无形象，没有什么，那怎么坏啊，怎么乱呢？假使说对真如法能有少分的觉悟，少分觉悟就明白一点儿，不是多分的，用这个来善根回向，那就令于众生呢开悟一切诸法，完了让他心呐、心量的广大，遍诸法界，遍诸法界比是达到真如，从初步的觉悟到深入的觉悟就能普遍进入了。譬如真如，过去非时，未来非末。过去啊没有头，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未来没有了，没落了，没有也没有没落，无始终，无内外，无大小，无方圆，一切皆无。未来为终，什么时候终呢？没有，是吧？菩提的心愿，清净的永远脱离生死，永离生死，也愿一切众生都能够脱离生死，非大小，非方圆，无始终，无内外，这就是真如。譬如真如，以三世中无分别，善根回向呢，已复入世。现在的念念，心藏的觉悟，过去、未来、现在，三世寂皆清净。对三世无分别，就达到清净了。凡有分别，凡有计较，都不是清净的。那要明是非啊，要知道过去啊、现在、未来啊，这是一个计较心，不是真如，达不到真如。譬如真如，成就于诸佛菩萨，善根回向，以福入世，发起一些大愿方便。大愿方便就是两个回向啊，咱第七个是方便回向，现在讲的是第八个大愿回向。成就什么呢？成就佛的广大智慧。譬如真如究竟清净，不一切烦恼聚，真如跟烦恼决定不会在一起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真如烦恼之本，迷了真如了就叫烦恼，明白真如了那就不烦恼了，烦恼就断绝了。真如本来不跟烦恼聚，但是烦恼是因为真如随缘起的。咱住大乘起心论的时候，一念不绝生三系，最初开始一念不绝，就是要分别，一起分别心，就有不绝了，生三系相，业相、转相、现相。好，这一来就糟糕了，再加上外缘，外头有警戒啊，攀缘了，警戒为缘，长六出，压警戒给你做缘呢，越演越出，
叫自相相续相知取相即名字相起业受苦，造业，造业就是受苦。企业相业系苦，一造业呀，又跑不脱了，把你系住了，叫业系苦。这叫与烦恼聚，真如从来不与烦恼聚。但是你回归断的时候，先别造业，别造业了，业清了，祸也就清了。不造业了，就把业断了；不起祸了，把祸断了。没有业祸了，就不知取、不嫉妒了。自取相相续，自取相即名字相，都不嫉妒了。知道了，这些全是入梦幻泡影、假法。就是还归的了。所以咱们在起心论上讲得很清楚，大家可以把它拿来用。佛子菩萨摩诃萨入室回向时，这下头不解释了啊，就重复前头的，得一切刹平等，普严禁一切世界故，得一切众生平等，普为转无奈法轮故，得一切菩萨平等，普出上一切自愿故，得一切佛平等，观察诸佛体悟而故，得一切法平等，普自诸法性无异故。一切世间平等，以方便自善了一切语言道故，得一切菩萨行平等，随种种善根尽回向故，得一切时平等，勤修佛事与一切时无断绝故，得业果平等，与四处世间所有善根皆无言作显究竟故，得一切佛自在神通平等，随顺世间现佛事故。佛子啊，是为菩萨摩诃萨第八真如回向，就终结了，一共有189半，九行半。现在咱们讲这个，这个星期讲的，一共有189的，回向骗世间和除世间一切法，言也好，境也好，普遍的回向。为什么要做呢？因为回向就是方便，它能升起无作的真如。无作的真如里头含着大智大悲陀罗尼门，这里能显出来大神通力，令真如的无作的大自在的作用常寂而不动。真如不动而缘起，众生的缘起随众生缘而利于众生，菩萨才以此行菩萨道。依着这个无依无作无相的真如，净除烦恼障，净除所知障，二障捐除，三障融离，祸业报，或者说祸业苦吧，这三障。但是这些个都靠你先发大愿力而发生的，咱们是回向啊，原来呢用你回向愿而产生的，就是圆满法界的修行的法门。这圆教义，记着这个回向，这回向升起的这一段的教，回向的教义。菩萨摩诃萨住持回向，证得无量清净法门，能闻如来大势之吼，自在无畏。
以三方便教化成就无量菩萨，一切时未曾修习，这前头都讲过了的啊。他是总结一下，得发无量圆满之身，一身充满一切世界，得发无量圆满音声，一言开悟一切众生，得发无量圆满的力量，一毛孔普能容纳一切国度，得发无量圆满身声，直入众生于一尘中，以尘中一个微尘，以佛的神力观无量佛刹，无量个三千大千世界，得佛无量圆满解脱，一切众生示现一些诸佛境界，成等正觉。得佛无量圆满三昧，一三昧中，普能示现一切的三昧，一即一切。得佛无量圆满辩才，说一句法，穷未来际而不可尽。如来一言演说法呀，众生随类而得解，而且这一句法穷未来际，还没有演完。悉数一切众生的一话，得佛无量满满众生具佛实力，尽众生界四成正觉。佛子啊，此为菩萨摩诃萨一切善根顺中如相而回向，这叫第八愿回向，大愿的回向。尔时金刚乘菩萨成佛的威力，观普观十方而说颂言，这个这一会啊，回向会啊，是以金刚乘菩萨为首的了，大众都闻完法了，金刚乘菩萨做个总结。这就是总结，就前头所说过的，用寄送题材再重复一下子。菩萨自要常难住，正念坚固离死惑，其心善远恒清凉，节节无边功德行，菩萨谦顺无违逆，所有自愿悉清净，以得智慧大光明，普能照料一切业。菩萨思维业广大，种种差别甚稀有，决意修行无退转，以此摇移走群生，诸业差别无量种，不加菩萨一切勤修习，随顺众生不违意，不令心境生欢喜，以生调御人尊地，离住热闹心无奈，于法于义惜善子，为了群生转亲心。菩萨所修诸善行无量无数种种别，于彼一切分别之，为利群生故回向，以妙智慧恒观察究竟广大真实理，断住有处悉无余，如彼真如善回向，彼若真如骗一切，如是普摄诸世间，菩萨以此心回向，悉令众生无所着。菩萨愿力骗一切，譬如真如无不在，要见不见念息中，系功德而回向，夜中随住昼一住，半月一月一随住，要年要节悉住中，真如入世行一言，所有三世及刹陀一切众生与诸法悉住其中，无所住，住即无住，无所住而住，就是住即无住啊！以如是行而回向，譬如真如本自性，菩萨如是发大心，真如无在无不在。真如呢，在一切法，不能执着，也不在一切法。在，那就成常了，真如住一切法了。无不在，真如又离一切法了，说无不在无在，无在无不在，如是相而回向，譬如真如本自相，其中未曾有一法不得自性而是真相，
你入是夜而回向，不入真如相夜一耳，入真如性夜一耳，入真如性夜一耳，入真如性本真实，夜也入是同真如，譬如真如无边际，夜也入是无有边，而与其中无数方，是故此夜得清净。如是聪慧真佛子，自愿坚固不动摇，以其自力善通达，用以祝福方便藏，觉悟法王真实法，与众无着与无法，如是自在心无奈，未曾见有一法起。如来法身无作业，一切世间入彼相，说诸法相皆无相，直入是相是之法，一切诸法相即无相，这个才知道法性了，这才知道真如了。菩萨住持不思议啊，语中思议不可尽，如此不可思议处，思与非是皆寂灭。如是思维诸法性，了达一切业性业差别，所有我执皆除灭，诸有一切功德无能动。菩萨一切业果报，习外无尽自所应，如是无尽自行尽，是故无尽方便灭。菩萨观心不在外，以夫不得在于内，说心呢、不在内也不在外，一处不在，而无一处不在，直接心性无所有，佛法皆离融聚灭。彼诸佛子如是则一切法性常空寂，无有一法能照作，同与诸佛无无能。了知一切诸世间须有真如性相等，见是不可思议相，是在能知无相法。要知道一切相是无相，这是不思议法，这样的你才能达到无相法。要能住持甚深法，常乐修行行不行，唯愿利落诸群生，大肆庄严无退转，是在超过于世间，不起生死妄分别，了达其心入幻化，勤修助性度群生，直到众生的心呢是幻化的，那菩萨不会舍弃众生，还要度他。为什么？众生自己幻化不了。菩萨正念观世间一切皆从业缘得，唯有救度修助行，菩萨三际无余者，了知众生种种业，其是想行所分别。于此观察悉明了，而不坏于诸法相，智者了知诸佛法，以入是行而回向，乃免一切众生上，令与十法正思维。令与十法正思维，对于真如法呀，有真正的思维。前头所讲的这个颂啊，总结的是在意回向，真如性回向。解释完了，金光闯菩萨重复一下，做个总结。总结含义呢，说这个愿回向已经完满了，回向完成了，他就做这么总结。前头所说的做的法啊，这是总结。为什么要用大愿回向？这个就说的回向的道理，就是从诵，叫从诵。从诵啊，前面都说了啊，再把它总结一下，是重说一遍。今天讲到这里。梦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
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享受103岁。感恩孟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荣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20多年来，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让大众接触佛法，明白因果业报观念，才能断恶修善，改善命运。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才能离苦得乐。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为了护持佛法永续，利益更多众生，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润泽群生。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50444468，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传真03989-8787，03989-8787。有时候因跟果有矛盾的，有冲突的，说因我现在的种的因，现在修行能可以把我过去的做的错误的事情感的果能转变不能转变呢？如果能转变，那就因果没有了，过去做的因，现在我今生转变了，不去受果了，因果就不存在了。能这样子吗？如果假使我信了三宝，三宝加斯利，礼佛拜忏或者诵经，不能转变因果，那我信三宝也没用处啊，我信佛有什么用处呢？这是个矛盾啊。如果把因果转变了，因果论不存在，过去做的因不受了，那因果那个果就还不成了。如果不能转变，我们兢兢业业地学佛，把世间的享受都放下，那也没有意义了，做它干什么呢？在这个矛盾当中如何解释？我们有的道友或者信佛好多年了，完了还有苦难，还有不顺心的事儿吧，还有些烦恼，自己感觉着佛菩萨没加持，没有感应，退失道心，这样的有，是因为你自己努力不够，
在古德当中啊，都有因果跟这个感应有个比方比喻啊，说若二水相投，说一个烧开的滚水，一个凉水，两个对到一起。如果你开水，滚水多，热水多，冷水少，冷水也变了热水了。就是我们过去的业，没有我们现在做的善业的力量大。说你信三宝，你修行力量的力量大，就是热水多，冷水少，那你把那个业呀也转化了，冷变为热。在古德这个比喻非常恰当，说我们对于业能转不？能转，你转得了不？那转的意思是含义呢？说假使说我过去杀了个人，那这时候要还他的报，他找上我了，那我现在修行的力量大，修行力量大，能可以转变，使他在痛苦当中得解脱，或者他转入果道，转入天道，转入其他的道，来找到我报复，那我修行这个力量啊，超过他那个的力量，同时他也得到好处了，转变了，他就得了善了，他就不找你报了。无论什么因什么果，都靠你自己的现在的力量。说你信三宝力量强，修行力的很勇猛，不但你自己得度，把你那些冤家所欠他的债都还完了，把他也得度了，当然就不受报了。如果有人遭遇逆境，如果我们帮助他，是否他业障会转移到我们身上？这个事儿确实是有的。例如我们有些个助念团，助念团，道友自己结合嘛，某一位道友走了，就是他死了，我大家去给他助念去。因为当你助念的时候，你心里不至诚，胡思乱想，那个冤家会找到你的身上。我在纽腰，在纽腰的时候，而助念团就有一个，他帮人家助念去了，回来他就疯疯癫癫的，那个死人的冤业找到他身上了，大家就帮他念佛消业障，他后来好了，好了，这种转业的时候经常有，但是你帮人家助念的时候，你特别注意，不要在那个地儿起贪嗔痴念，你死贪嗔痴念呢，他那个业，他那个报复他没报复到，就找到你身上来了，就你心不清净。那你就靠三宝加持力呀，转动转不动，看你的力量大还是你那个业来的力量大。如果你的转动的业力大，这个业是善业啊，你那个恶业啊会让你善业把它降服。冤家找你还债的人，那得看你的因缘，如果你在念佛或者给帮助他，你虽然消业障是帮助你那个债主冤亲债主，他得度了，他还来找你麻烦吗？他就不找你麻烦了，那就看你修行力量。如果是找上你，你顶好大气，或者念阿弥陀佛，或者念经大乘经典，能转。